我就是网易的 Max 的颜值担当 Manny。 Max 的春季赛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，我们的设计全面升级了，在一片陨石中星耀新生，春季赛全新 logo 星芒之战。看空中的五颗四角星代表了2020的伊始之战，在沉寂的冬夜里，是它点亮了新的战斗号角。这种未来结构的机械设定竞技场，代表了我们对十几款赛事的包容性和聚合性。走吧，暴雪王，比赛马上开始了！竞逐星芒，绽放热爱，等你来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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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